不是，我不是损你，知不知道？因为咱俩在一起根本就是怎么说呢？不是一个朝代的。他是哪个朝代的？他有点现在小孩看那个就那糊涂鞋那种。我为什么喜欢这些东西？蝴蝶结，然后还有我头上的 WiFi， 因为我16岁之前都是个假小子，都是毛寸的，所以我现在正在留头发。而且我穿成这样，也就是为了在全城热恋的舞台上等着我的那个白马王子，然后开着南瓜车带我走。哎，小丢丢，我看不出来呀，你16岁之前都是个假小子啊？对，特别的爷们儿。那男孩玩的东西你也玩是吗？对呀、啊，就是什么篮球啊、足球啊、各种球啊。那你咋突然变成这样了呢？因为我觉得我长大了，我觉得应该像个那个小女孩、小姑娘似的。然后因为以前都没戴过头绳啊、通花啊，然后所以现在就特别的喜欢。怎么说呢？以前在电视上对你也有点误解吧，但是怎么说，你真不是我喜欢那个款，所以我让你找一个就是那个。他能那个懂你那白马王子，但是我不是那白马王子，谢谢。哎呀，海石就明说，南瓜车我没有，四轮子家里有一辆。王哥，咱家不是一辆，咱家两辆呢。